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22页，622页。我们从第二行念老的注解看起。众生业报，业报呢是指业因与果报，由于善恶的业因，遭受苦乐的果报。善因的善果，恶因呢就有恶报。下面呢，引用《大宝积经》，《大宝积经》有120卷，第96卷里面有一段话，这段话呢很重要。上一次学到此地，今天再重复一下，因为它太重要了。这个话是阎罗常告彼罪人，阎罗王啊，常常告诉堕落在鬼道、地狱道的这些人啊，告诉他们，他说：“吾有少罪呀，果能加。”啊，这阎罗王很坦白地告诉大家：“你们的罪是自己造的，罪有应得。啊，我做阎罗王，没有能力呀，加一点罪给你。”啊，阎罗如是，像东岳大帝这些五岳的鬼王啊，大鬼王啊，这个五个大鬼王管全中国，东岳大帝他可管5、6个省啊，他们也是执行你所造的业因而已，他不能加罪给你啊，所以堕在三恶道所受的罪，全是自作自受。所以，如自作罪，今日来，你今天到这来了，到地狱来了，到鬼道来了，是你自己造作罪业所感。啊，业报自招啊，无代者，没有人能够代替。啊，自己受造，自己要受，没有人能够代替的。啊，这是《宝积经》里面阎罗王告诉堕地狱的这些罪人。啊，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事情真相，以为是阎罗王啊，故意惩罚你，啊，加给你重罪，你的罪就更重了。为什么？这是怨天尤人，啊，不知道，完全是自作自受。那么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，就晓得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，啊，也有欢乐的时候，也有受苦的时候。同样一个道理，都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业因，这一生当中得到的果报，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。啊，这个人欺负我，找我麻烦，不是的。过去有业因，他为什么不欺负别人呢？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呢？
那为什么来找我呢？我跟他过去是必定有缘，所以他所以加给我的，啊，回谤也好，侮辱也好，陷害也好，障碍也好，都要欢欢喜喜的承受。为什么？这就爆掉了，那就没事了。如果不服啊，这个人找我麻烦，我一定要报复他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这个怨恨解不开，解不开怎么样呢？生生世世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这种报来报去，双方都痛苦。啊，但是这样的人太多了。谁愿意受了冤枉啊？心平气和，这是要相当修养的功夫。啊，为什么他不知道因果？知道因果，这个事情马上就化解了。啊，像昨天，北京有几个居士来看我，啊，他带着他的老母亲来看我。说老母亲一生怨恨他的先生，怨恨他爸爸，啊，两个人一生的不能够和睦相处。啊，几个月之前，有一个这个催眠的，啊，他妈妈就让他催眠。也很不容易啊，入了境界，这四次，前面三次失败，最后一次入境界了。入境界之后啊，知道过去生中，过去一世两世，好像六世，跟他爸爸都是冤冤相报，啊，这一生他把他杀了，那一生他又把他杀了，啊，到这一生还做了夫妻，所以天天打架。好，知道这个桩事情之后啊，他母亲心平气和，不再怨恨了。这催眠管用啊！啊，让你知道人与人这些关系啊，过去生中纠缠在一起，是这么个原因啊。现在念佛了，不再计较了，想求生极乐世界。不再玩这个游戏了，这游戏不好玩，啊，玩得很痛苦，啊，做过敌人，做过对头，你看又做过夫妻，啊，这个里头因果扯不清的，啊，明了之后，哎，一别勾销，不要再去想这个了，啊，这心平气和。啊，修行要真修啊，真修啊，要从根本修。根本修就是学做人呐、啊，学做一个明白人，不能做糊涂人。明白人，那就要接受圣贤教诲。中国自古以来。三教都是教学，啊，儒家用道德教学，道家用因果教学，啊，佛法有普世教育，啊，这是属于人道的。啊，教你怎样做个好人，做个善人，生生世世啊，不会失掉人生。啊，教你修福修慧。啊，如果志愿大的，佛法可以帮你提升，提升到阿罗汉，超越六道轮回。
提升到菩萨，提升到成佛。那佛告诉我们，佛、菩萨、神仙都是人做的，人修好了啊，就步步上升了。啊，最高的境界是佛境界。啊，那么佛的境界跟今天这个世界上是哲学家、科学家挂钩了。啊，原来最高的境界就是今天科学跟哲学所追求的。啊，他们还没搞清楚，佛搞清楚了。啊，哪些东西呢？宇宙从哪来的？这神灵从哪来的？这万物从哪来的？然后再问我从哪里来的？这是关心的了。啊，高等的佛学呢，就是讲这些东西，给你讲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的，没有想到现在科学家把它证明了。啊，科学搞了400多年，才摸到边。啊，是找到了，没错，佛所讲的宇宙的缘起，他找到了，但讲的不清楚。啊，科学认为宇宙万事万物不出3个现象，这是根本东西造成的宇宙万法。第一个是物质，第二个是念头，就是思想念头，第三个是能量。这三个力量都非常大，他讲这三样东西，佛经上讲的也是三样，叫心、佛、众生，三无差别。啊，众生是我们人，啊，人的思想就是念力，被现代科学家发现，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个发现才不过30年。最近30年，啊，佛的力量，佛是什么？智慧、福德，啊，还有心的力量，心佛众生，心是本体，啊，就是科学家讲的能量，宇宙的能量，佛讲的是真心，是心。能现能生，生宇宙万法。啊，识就是我们的意念，我们的意念呢，能够造十法界六道一真庄严，这么大的力量啊！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那现在我们这个意念，跟谁去结合？如果跟佛力结合，我们能成佛，能成菩萨，能成佛。啊，如果我们不跟那两个结合，我们造的业就是不善业。啊，那么这个业呢，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十法界里头有善有恶，尤其是六道。啊，我们今天没有跟真心结合，也没有跟佛结合，这样的人占绝大多数啊。
生生世世搞轮回。为什么搞轮回？不知道。啊，为什么受这些罪，受这些果报，也不知道。啊，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总而言之，你都在受啊。不知道这个事情真相啊，受的时候有怨气，有情执啊，啊，欢喜爱的，他就有情执，不喜欢就冤家对头，啊，就有怨气怨恨，啊，那么这两样东西都不好，两样东西是六道轮回的真因。这两样也是断掉了，你就不再受轮回了。啊，所以这个里头有道理，有因，有缘，有果，有报，啊，都得把它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啊，这一段经文是讲心、佛、众生，真的讲这三样东西啊，都不可思议。啊，都有非常大的力量。啊，现在讲能量都非常大。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这叫开悟。啊，悟了之后，就会把心里面那些不善的东西清除掉，清除就放下。啊，善的东西可以保留。啊，那么你生生世世幸福、快乐、圆满，才能做得到啊！啊，可是六道不是真的，在这个里面享福，就好像啊，做好梦；在这个里面受罪呢，就好比做噩梦。三窝道是做噩梦，人天是做好梦、美梦，啊，可是始终在梦中啊，没醒过来呀、啊。因此，佛教导我们，好的也得清楚。为什么？它是业嘛，善业跟恶业嘛。你行善，到天上、人间、天上享福，是消善业。为什么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？啊，所以善最好也不要保留，恶不能保留，善也不能保留，你才能超越，啊，才能够在六道里头醒过来了。啊，醒过来的境界好啊！啊，六道醒过来了。你回到四圣法界，啊，声闻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佛，回到这个境界去了。这个境界好，这个境界里头，心地清净，没有善恶，心地平等，清净平等，好境界。啊，这个是称之为净土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六道呢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，就是它很脏很乱，啊，让你在这个里面生活的很难受，啊，净土就不一样了，啊，然里面有善恶，净里头没有善恶了，啊，善恶都没有才叫清净。啊，这是阿罗汉、辟支佛住的地方。啊，再提升到平等，万法平等。上面我们跟佛菩萨平等，下面呢跟恶鬼畜生地狱平等。
人真正平等心现出来了，提升了菩萨境界。啊，菩萨平等啊，决定没有分别。阿罗汉没有执着，他还是有分别。啊，他也是净土，这净土第一层。啊，高一等的净土的时候，不但没有执着，分别心都没有。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，能够把无明断掉了。啊，断无明，也就是我们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啊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成佛。啊，这是最高境界的。啊，佛法是教育，这我们很清楚。释迦牟尼佛30岁成道，什么叫成道啊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他就开始教学，教了一辈子，79岁圆寂。所以经上记载的一生讲经教学49年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做一个明白人，对于宇宙性相离世因果面面都通达明了，一丝毫都没有障碍啊！这是佛陀教育的宗旨啊！那佛、菩萨、阿罗汉在佛教里面是学位的名称，像现在大学、博士、硕士、学士3个学位。佛陀教育里头也是3个学位，最高的学位叫佛陀，第二个学位是菩萨，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。啊，学位的名称呢，人人都可以拿到啊。啊，那么拿到这个学位的标准，就是放下。啊，人有3类的烦恼，3大类。啊，第一类见思。见是什么？你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看错了。因为看错了，所以你都想错了。啊，你想些什么呢？你所想的都是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，这6道众生心里所想的，不外乎这5样东西。啊，这5样东西全是假的，真心里头统统没有啊，这是搞错了。这5样东西跟你的见解错误、思想错误，你造作无量无边罪业，你搞六道轮回，你冤枉啊。佛把这些真相给我们讲清楚、讲明白，我们觉悟了、明白了、回头了，把这个东西放下啊。放下什么？放下贪嗔痴慢疑，我不贪了，不嗔了，不愚痴了，啊，不傲慢了，不怀疑了，
我这才能听得懂佛菩萨的教诲。有这些东西障碍，遇到佛菩萨听不懂，看不明白，体会不到。啊，这些东西除掉了，慢慢清楚了，懂了。啊，逐渐逐渐向上提升，这个里头快乐无比啊，叫法喜充满了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一生当中，决定是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啊，一生所受用的，命里头有的，命里头没有的，求不到。啊，命从哪里来的？命从过去生中，你修善得来。啊，善恶都有啊！啊，善福报，恶呢就是灾难。所以人有享福，也有遭难的时候。啊，道家讲运呢，5年一转运。一个人在一生当中，有他最好的5年，也有他最糟的5年。啊，那这不一定在前后。一般说，最糟的在前面好，前面多受一点罪没关系，晚年享福。如果最糟的在晚年呢，那很可怜的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。啊，小时候严加管教，没有自由。啊，定了很多规矩叫你守，啊，守约束，好啊，晚年享福啊！啊，外国人的思想跟中国人恰相反，小孩尽量让他玩，啊，满足他，让他很快乐童年，老年的时候苦啊，老年坟墓啊。啊，这我们在外国看到的。啊，少年受一点罪，受一点苦，不在乎；晚年受罪受苦啊，就真可怜了。所以，多少老人院、老人自杀，原因在此地，他们不懂礼呀。啊，中国人少年的时候要扎好做人的根基，要守规矩，要学伦理，学道德，啊，要学因果教育。啊，一生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不敢为非作歹，这是什么？积德了，修善积德。啊，给是奉献给社会，为社会造福，为家庭造福，为一切众生造福，晚年享福啊！这是中国千万年来的理念啊！只是到了最近100年，把中国老祖宗东西丢了，就学外国的，这老年遭罪了。啊，小孩不严加管教了，错了，真错了啊！啊，中国人讲东方人在西方，
还有三代住在一起的，外国人看得很羡慕啊，三代和睦住在一起，很羡慕，他们没有啊，他们的小孩16岁以上，他就自由了，可以离家出走了。哎，家里人不要去再找他了。啊，可能这一出走之后啊，永远不再见面了。很多，如果这个小孩还想到自己有父母，过年的时候寄个贺年卡，哎呦，他看到之后啊，就非常快乐，还没有把我忘记啊。人不见面。你说父子之间的这种情爱呀，就断掉了。啊，老了退休，就进老人公寓、养老院。养老院里头孤苦伶仃，物质生活照顾没问题。啊，吃的、穿的、住的都没问题，没人讲话了，见面都不打招呼。一个个的面孔就呆板的，痛苦啊！我们到老人院去访问，见到老人给他打个招呼，笑一笑，哦，他非常激动啊，受感动啊！这就说明说，他平常没有人给他打招呼。中国人一句话说：“坐吃等死”，不是味道啊！啊，养老院。每个星期都有一两个老人过世，太早了，他都看到了，哪一天轮到自己？啊，什么出了问题呢？教育出了问题啊！这东方这个古老的教育，现在人西方开始感到珍惜了，这个东西是好东西。这个东西重要啊！我们有这种机会，就大量把东方东西介绍给他啊！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的语言呢，要没有这个语言不行啊！啊，我们遇到这个语言。啊，有机会接受联合国的邀请，啊，参加他们世界和平会议，啊，过去这个10年，我参加了10几次，啊，我们看到社会现象。全世界的没有别的问题，通通是教育出了问题，教育走错了方向。提醒大家，劝导大家要回头啊！特别是宗教教育啊，现在这个社会上学校很多，没有伦理教育。没有道德教育，没有因果教育，他学的些科学技术，会做事，他不会做人。啊，自私自利，不知道爱别人。啊，今天社会的乱的根源在此地。谁能够拯救呢？我们自己不好说话，说话人家不相信。啊，英国人说话，人家相信。这个话是英国汤恩比说的。这是世界上
知名的一位历史哲学家，世界闻名。啊，他在70年代，就是1970年年代那个时候，说过，解决21世纪全世界的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这他讲的。孔孟学说是中国的，大乘佛法也是中国的。印度没有佛法，佛法在中国。啊，他说的话真的不是假的。我访问伦敦，跟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、伦敦大学汉学系的老师、同学，跟他们交流过。啊，我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，汤恩比博士说这个话，真正的含义。我们要理解，啊，孔孟学说的代表是什么？我们用四个字：仁义忠恕。啊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。仁者爱人呐，现在人不爱人呐。啊，仁是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想自己，立刻想到对方，想到别人。啊，我不喜欢的，他也不喜欢；我不愿意受的，他也不愿意受啊。啊，时时刻刻要想到别人。这是仁呐，义，义是循理，啊，我们一般讲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要合情，要合理，要合法，啊，合情合理合法叫做义，啊，不能负义，负义就是违背了，就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，这错了，啊，那就不可以做啊。啊，忠是存心，啊，心要正，不偏不斜，用这个心来待人接物，这个世界会恢复和平，能化解冲突。啊，恕是饶恕，为什么要饶恕呢？今天无论什么人干什么样的坏事，都不要去计较，要原谅他。为什么？没人教他了。东西方的教育都把圣贤疏忽了，啊，中国疏忽了200年，外国大概还不止200年。外国人疏忽了宗教教育，中国疏忽了圣贤教育，造成今天的结果。啊，他们年轻人不知道，他父母也不知道。再往上推，他的曾祖父母不知道，高祖父母不知道，至少丢掉6、7代了。他今天做错事情，你怎么可以怪他？所以一定要原谅他，啊，不要去追究，要把他拉回来，好好的学圣贤教诲，这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
啊，不能处罚，啊，不能责备，要用恕道。啊，中恕是孔子说的，孔子的学生对老师的看法，说夫子之道啊，孔老夫子之道啊，中恕而已。你看孔子多厚道啊，2500年前。他也是生在乱世，春秋战国的时候，啊，提倡中恕，解决乱世的问题。现在是乱世，啊，所以汤恩比说的没错啊，大乘佛法是真诚、慈悲。啊，今天人没有真心，没有诚意啊，真心诚意是信德，可惜没人教，一定要把它找回来。能不能找回来？难，我们做过实验啊。3年前我们在中国大陆做了个实验，在汤池用小镇做实验，不到半年，那个真诚慈悲也就找回来了，让我们充满了信心。人是教得好的，人心本善，习性不善，那不教，人就随着习性去了。啊，习性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人要跟好人在一起，变成好人；跟坏人在一起，他自然就变坏了。啊，我很幸运，一生没学坏。啊，是从小喜欢读古人的书，啊，年轻的时候，20岁的时候，遇到的人都是好人，啊，常常跟这些好人在一起啊。好人年岁都比我大了，都是我的长辈呀、啊，父亲一辈，祖父一辈呀、啊，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。啊，年轻人在，我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。啊，跟这些老人在一起的好处啊，他们经验丰富啊，听听他们讲故事，都长见识啊。就长学问了，啊，跟现在年轻人一天到晚搞吃喝玩乐，那个毫无意义啊！啊，我不跟他们在一起，那玩不到一块去的。啊，所以以后学佛了，啊，那时候接触的全是学佛的人，全是修行的人。啊，我那一代还真的，还有一些真修的、真干的，啊，我们接触到了。啊，把世俗要放下，怎么个落实呢？落实就是不看电视，不看报纸。不听广播，甚至于现代人写的书，我都不看。啊，当然我不会去买他的。人家送我的书，我一定是第一个看版权页，后头写了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，我不看了。
很多人问我为什么？心量太小，小心量怎么能写出好东西？啊，中国古时候人的时候，就欢迎翻印呢，功德无量啊。啊，斤斤计较版权所有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。啊，这个是保护自己，啊，不跟社会去接触，负面的不接触。啊，所以这些年有缘，啊，因为参加国际会议，认识很多，真的是专家学者，是第一流的学者。啊，还有以下是一些国家领导人。啊，我们一生走的是正道啊，不是邪道。尤其是大乘经教，是其他宗教的经典，我们都要设立。啊，为什么？世界宗教是一家了，我要跟他们往来，一定要读他们经典，啊，走向他们的教堂，啊，寺庙，我也去拜他们的神。他很高兴啊！2000年的圣诞节，我在新加坡接受新加坡大主教的邀请，啊，参加他们的圣诞夜做弥撒，我带了50个出家人。都是穿袍大衣，进入他们的教堂，在教堂跟他一起做弥撒，大概全世界头一次，非常壮观的啊！通通是这个颜色的25条衣，啊，大家看到的非常惊讶，非常振奋，啊，宗教可以在一起，啊，做活动。啊，我们佛门里面法会，他们这些宗教也来参加。啊，今天这个社会问题，确确实实，只有宗教团结，才能帮得上忙，才能化解。啊，宗教要不团结，宗教要不能回归教育，没有第二个办法。啊，宗教本来是教育，我们要找它的源头。啊，你看宗教创始的那个人，他是怎样传播他的教？啊，基督教。基督教是从犹太教来的，犹太、基督教、天主教，这是一家人，他们使用的经典是相同的。啊，犹太教旧约，基督教是新约，天主教是新旧约都有。啊，我有一年在新加坡。遇到一些从南非到这个新加坡旅游的一些欧洲人，啊，在一起吃饭，他们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基督教、犹太教、天主教、伊斯兰教。他们是什么关系？
我告诉他，一家人，但是一家人有三派，犹太教呢，皇上那一派，天主教呢，是皇后那一派的，基督教是太子那一派的，那伊斯兰教是他们的表兄弟。还是有关系，他们听了之后很欢喜，你讲得很有道理。啊，确实，所有宗教都有家了，你要去学他的经典呢，要去念他的东西，不念不行呐。你不知道啊，中国儒释道是一家了。啊，佛教到中国来，跟中国儒跟道融合成一体。现在讲中国传统文化了，离不开儒释道。啊，这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。啊，你看西方，摩西。这是犹太教，摩西当年在世，讲经教学，大概有20-30年。啊，耶稣教了3年，被人害死啊！啊，不被人害死，我相信他也是一生讲经教学。啊，穆罕默德教学27年，释迦牟尼佛最长49年。全是教育，不是教育，谁跟他学？啊，他们教育的成功，没有别的。他所说的，他们全做到了，所以能感动人呐。所说，非所行。你能说你做不到，没人相信你。这那是真正第一流的教育家了。啊，没有做到的不说，我做到了，我再跟你说。所以世世代代都有人学习，都有沉船，传了几千年。这个道理我懂啊！啊，我前年访问梵蒂冈，啊，在梵蒂冈住了3天，有2天座谈，啊，1天3个小时，2天6个小时交流。啊，教廷的代表是陶然主教，啊，陶然的主教的身份，等于说天主教的外交部长，啊，他负责管理对外关系，就是其他不同宗教的联系，他负责人，我跟他很熟了，他提出来这个。天主教有统计，有报告，啊，告诉我最近十几年来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人数啊，年年下降，越来越少了。他们担心，如果像这样下去，20年之后、30年之后，可能世界上。没人信宗教了，啊，其他宗教没做过这个调查，他们很细心做这个调查，啊，我听到之后，我就提出建议，
就说明当初各个宗教教主创教的时候那种状况。创教时候是社会教育，沉船也是教育，只是到最近呢，把教学丢掉了，去搞祈祷，佛门金蝉佛寺也属于祈祷，没有理论的依据，大家说宗教是迷信，为什么以前没有人说迷信呢？为什么现在在说迷信？以前有教啊，现在不教了。只做这些仪式仪规也，祈祷的仪规也，你说很灵，我们相信是没问题，社会大众不相信。你说有灾难，我们这一祈祷啊，灾难化解了，人家怎么说？说你胡说八道。根本就没有灾难，你们胡造谣言，你拿不出证据出来。所以一定要回归教学，那不教学怎么行呢？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走释迦牟尼佛这个路子，像老和尚告诉我，不行呐，你这个路子以后没饭吃啊。我走了60年，也没有一天卧住，也没有一天动住。金蝉佛寺有收入啊，我没有收入啊。讲经教学，没有人不收学费呀，也不卖文票啊。真的没有收入啊。可是什么也没缺，欠缺。夜僧没到场，释迦牟尼佛没到场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过着流浪的生活，居无定所。我这一生呢，也是居无定所，哪里有缘哪里去。缘很重要。佛家讲缘生的，我这个缘也很特殊。实在讲的是有因有果。因是什么呢？台湾大学成立一个学佛社，学生们在一起学佛，叫晨习社。这个大概是30多年的事情。领导这一批学佛的大学生，周宣德教授，跟李炳南老居士是老朋友，非常好，把这个消息传到台中。老师非常高兴呐，赞叹，大专学生学佛了，可以让社会大众醒一醒耳目，佛教不是迷信，迷信怎么大学生、大学教授也学佛了呢？这个好事情。那一天正好我也在做，大家谈完之后离开了。我跟着老师，我就偷偷告诉他：“我说老师未必是好事啊。”他很奇怪的：“怎么不是好事？”我说：“如果这些大学生遇不到好老师，学的是邪知邪见，怎么办？先入为主，谁有方法把他们扭转过来？”老师一听到这个话来。真的，他那个兴奋的心马上就没有了。想了一下，问我
怎么办呢？是问题，是严重问题。我就给他老人家建议，我们图书馆办大专佛学讲座，我们也办，寒暑假呢，办对外的，外地的同学，他们放假了，到这儿来学习，平常呢，对本地的大专学校，我给他这个建议这因呐。老师跟我研究课程，要讲哪些东西，请哪些人来讲，我都参与。我在他的小房间里面，这样把慈光大专讲座搞起来了。办了几十届，非常有成就我参加了11届。从第一届到第11届，我参加了，所以就认识很多这些同学。这些同学将来毕业了，到外国留学了，在外国拿到学位，工作了，所以我在全世界好多认识的人，他们会找我去讲经教讲经。语言是这么借的。台中。这个佛学讲座办出来之后，台湾所有的寺庙都跟进督办。当然教学的内容，那台中是第一。我离开台中之后，回到台北，道安法师在中国佛教会发起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。请我去做总主讲，我在那里教了4年，学生大概有7000人，这些学生将来也到国外去留学了，所以在全世界每个国家地区我都有熟人，这个语言是一般法师没有的，他们认识我，了解我，都请我去讲经，所以我讲经的地方就多了。可以云游世界了。那请我只要你把旅费，你把机票买好送给我。到这个地方招待我吃住，不接受供养。我知道在国外生活很不容易，不增加你负担，所以皆大欢喜啊。这就可以云游世界了，还是我听到那个话，一念鼓励李老师办大专讲座，这是因呐，有这个因，才有后面这么好的语言呢，这一般人没有这个缘，这个缘产生很大的效果。我们移民到澳洲去的时候，等于说开花结果了。到澳洲，实在说是澳洲当时移民部长，听说我们在新加坡做团结宗教做成功，所以他非常希望我到澳洲去，帮助澳洲。团结宗教，团结族群。这一桩事情呢，澳洲政府很聪明，委托跟大学去执行。所以我一到澳洲，跟学校就接上缘了。格里菲斯大学就执行这个宗教团结跟族群团结。昆士兰大学它有一个和平学院，跟化解冲突
促进社会安定和平有密切的关联。那么和平学院毕业的学生多半在联合国服务啊，他们有学位，有硕士，有博士啊，所以这个就进入联合国了啊。宗教进入联合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无法想象的啊，没有人认为是可能的。我们进去啊，进去起了作用，起了很大的作用啊，让联合国对于宗教看法改变了。以前是拒绝不往来的啊，我们的活动之后，你看教科文组织就设立一个宗教办公室，这正式接纳了啊，知道宗教有正面的东西，不是只有冲突啊，所以我们的活动办得非常成功。这缘有因啊，还是要自己遇到这种机会嘛，不能错过嘛，把它掌握住啊，我们有这么一个缘分，所以团结宗教，提倡宗教互相学习啊，不但要互相学习，要互相支援。我在去年就想到，我想印古兰经，印10000部古兰经赠送给回教。啊，得互相爱护啊，互相支援呢，这才行啊。啊，宗教里面东西非常丰富啊，要把它发扬光大，要让社会大众好好来学习。啊，我在联合国啊，鼓励当时的秘书长，联合国最好能办一个世界宗教大学，属于联合国的，培养全世界传教士。宗教传教士，宗教的主持人，好死了！啊，目的没达到，可是我们不灰心，继续努力。啊，那么最近有个活动，在泰国曼谷，下个月，教科文组织也参加。啊，我去，我也会去。我去的目的不是别的，就是希望宗教团结，而且宗教希望能有一个宗教大学出现。啊，看看泰国政府能不能把心量打开，因为泰国是小镇。啊，能把心量打开，办一所世界宗教大学。啊，或者半个亚洲也很好，亚洲也有几十个国家。啊，这个事情要跟太皇来谈。啊，我跟泰国还是有一点缘分。啊，好事啊，利益社会。利益众生啊，希望所有宗教都变成一家人这个是讲业因果报啊，
啊，有机缘，尽量抓住机会啊，种好因呐，后面会结好果报。啊，下面经文又如普贤行愿品里面说，菩萨自念，这个菩萨是普贤菩萨。他说：“我于过去无始界中有贪嗔痴，发身口意，作诸恶业无量无边呐。说若此恶业有体相者，尽虚空界不能容受啊！啊，好在造的这个业没相，啊，不是物质现象，作业无边呐。”报必随之，这句话重要啊！你造什么因，你就有什么果报。学佛、学传统文化，继承老祖宗的教学。古人所为也，为往圣继绝学，这句话讲得好啊，非常重要啊！啊，这是因呢，果呢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个多有意义！这些生没有白过。啊，问题是你要认识机会，你要抓住机会，你才会能成就。你不认识机会，你抓不到机会，你一生没法子成就啊。啊，凭自己，决定不可能。啊，菩萨，你看自己都说，造作恶业无量无边，我们比他造的更多啊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这种机会缘分？只是一个善心，没有想自己，为整个佛法想。啊，也就是为正法久住想，为整这个世界整体去着想，这种因缘，佛菩萨成就的，不是人呐。啊，我们听这些话，偶尔听到的。周宣德老居士到台中去访问，啊，看李老师在谈话，我们从旁边听到的，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点不大对头。你看，促成慈光大专讲座，啊，促成台湾各个大专学校普遍成立佛学社。学生对佛这个学佛有种新鲜感都来了，这是一个缘分呐！啊，我这个一生呢，这个起来说就是那个缘分，什么也没有，啊，自己也没有德行，也没有能力，啊，就得一念善心。啊，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，啊，影响到整个世界。啊，这个缘起我讲过，很少讲。啊，就今天在此地讲到业因果报啊，
举出这个例子，大家晓得。最重要就是你一点善心，不要为自己，啊，为自己范围太小了。那个什么，完全靠自己过去今生所修的福报，啊，不为自己，借到佛菩萨，借到众生的福报，这个大了，无边际的扩大了。啊，《俱舍论》第九卷说：“上至世尊，无能者矣。”一业势力最强胜故，故云众生业报不可思议。啊，这种业力，啊，《俱舍论》里头说，上到诸佛世尊也挡不住。这一我们今天讲挡不住啊，力量太大了。业势力最强胜故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啊，你造的善业，这个力量强大，挡不住你。你造的恶业呢，那个恶力强大，要到带你到三途去受苦报，也挡不住。啊，求佛菩萨保佑，佛菩萨挡不住啊，业力太大了。自作自受啊！啊，所以说众生业报不可思议。下面说呢，众生善根不可思议。啊，前面讲不善的，现在给你讲善的。如大集经云：“众生之心不可思议，众生境界不可思议。”啊，这大集经上说的，啊，前面的意思明白了，后面就容易懂了。啊，造恶得受苦报，行善得是享受福报。啊，都是自作自受。啊，佛菩萨虽然慈悲，帮不上。啊，但是佛菩萨会给你做这些机会，就看你认不认识，你能不能抓得住。啊，那个机会是非常之巧妙，佛菩萨给你安排的。这就是头脑要灵活，啊，随机应变的，啊，有强，很强应变的能力，往往啊，这个机会被你抓到了。啊，可是，一定要了解，始终要为人，不能为自己。啊，为自己，你的智慧福报都有限。啊，而且说不定的当中还要出麻烦，不能不小心谨慎。啊，为什么？你会树敌，你不树敌，别人跟你做敌为敌，为什么呢？嫉妒障碍，自古以来在所不免。慧能大师接受了祖位之后，接受衣钵，还要到猎人队里面去躲藏15年。为什么？躲避嫉妒障碍。啊，15年在猎人队里头，小业障。佩服慧也，六祖在修行的，修行了15年的，怎么修啊？每天替猎人烧饭，
啊，猎人打的猎都是动物啊，他在旁边吃肉边菜呀、啊，他的工作都在修行，完全在境界里面修行，修什么呢？修看破，修放下，就修这个。啊，放下所有境界，清清楚楚是智慧。所有境界都不放在心上，那就是放下。境界现前，如如不动，那是禅定。我们就晓得，他每天在那修智慧、修福报、消业障、修禅定。啊，没有人看见他在修行的。他真修行，他修行不落现象的，你决定看不出来。真修行，啊，处世待人接物，谦卑也，那是一个得道的高僧。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人呢？啊，给猎人队里做下人，啊，给他们打工。你看，见性就成佛了。佛在猎人队打工，多委屈啊！不是短时间的，15年呢。那回头想想我们，我们受这点委屈算什么？比六祖差远了。啊，六祖都能受，我们不能受，那还能成就吗？啊，要想成就，什么样的委屈都要受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有记载，不长。提了一下，为割裂王割截身体。这个故事在《涅盘经》里头，《涅盘经》很长，讲得很详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只引用，忍辱波罗蜜。啊，那样的苦难，接受的时候一点怨恨都没有。不但对割裂王没有怨恨，而且还感恩他。为什么？这是一个实验的，看看忍辱功夫够不够啊？有没有到家了？果然到家了，忍辱波罗蜜毕业了。啊，割裂王给送他毕业。这个机会，忍辱仙人掌握住了，提前成佛了。忍辱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，没成佛之前，啊，贤劫千佛，这个大劫当中。有1000尊佛出世，释迦牟尼佛排名是第5，弥勒菩萨排名第4，结果他两个换了，就是割裂王割截身体，把他提前了，弥勒放后面了，特殊的因缘呐，忍辱仙人没想到啊。应该是佛菩萨安排，给他做的增上缘，他抓住了。所以云，没有善恶，
没有好坏，完全看自己的用心。你的心是善的，一切缘都善，顺境善，逆境也善，善缘善，恶缘也善，无有不善。如果心不善，善缘也不善，顺境也不善。你不知道应对，你的心态方法全错了。啊，善变成恶了。如果心态善正确，恶也变成善了。啊，敌人可以变成亲家。这是真的。啊，什么个道理？人心本善。老祖宗讲的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道理在此地。不善的是习性。啊，习性可以改的。本性不变了。我们永远要记住本性。这是讲到众生善根，啊，众生之行不可思议，众生境界不可思议。行是因，境界是果。啊，善行一定是好境界。啊，恶行决定是善途，这不可思议。又临济曰，这禅宗的祖师。你与舍佛祖母，这是问学生，你想不想认识见到佛祖？知你能听法者便是。佛祖在哪里？佛祖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啊，我们的自信就是佛。我们的智慧就是祖，自信具足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福德，不在外头啊。每日多半用处，欠少什么？六道神光未曾见习。这个话说得好啊！你心目当中所求的，全在你自己身上。离开自己，无有一法可得。这里讲到六道神光。临济慧照禅师语录里头说的：“心法无形，起心动念，你看不到，你听不到，手也摸不到，通贯十方。”在眼就叫见，在耳呢就叫闻，在鼻嗅香，在口谈论，在手啊执着，在足啊运奔。本是一精明啊，分为六合合。这把你说穿了。
我们在前面学过舍城观法，天眼台大师教人用功的方法啊，怎样才能明心见性？天台家用智观，首先呢，叫你观不思议境界，此地讲的就是不思议境界啊，不思议的境界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，一个是色，一个是心。心经上讲的就很清楚啊，心是能生能现，色呢是所生所现。给你说穿了，色从心生，所以全体是心，心就是佛，心就是真正的自己，心就是宇宙，心就是万物。所以，整个宇宙啊，万事万物跟自己什么关系啊？一体，不是一个心。禅宗祖师所谓的“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”，这意思，你要是把心搞清楚啊，你就圆满了，究竟圆满了。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个意思是，你就成了究竟佛果了，妙觉如来。那心在哪里呢？这心法无形，心不是物质。也不是念头，也不是自然现象。换一句话说，三种现象统统不是，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不是自然现象。所以说它空，说它清净寂灭，大般涅槃就是心。印度人称为大般涅槃。高等佛法所修学的，就是求这个东西。你只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就成佛了。它包含一切法，它不是三种现象，但是。它能现三种现象，所以不能说它无。说它是空，空不当作无讲。它能生万法，它在哪里呢？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它是一切法的本体。我们今天问，释迦牟尼佛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就在此地。体嘛，它能现嘛？有缘呢，它就现象；没有缘，不现象。现象啊，不能说它有；不现象，不能说它无。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不能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错了。古人所说的“开口就错了”。动念就拐了，不可以起心动念，也不能言语宣说，没法子说的，它是纯真无妄，
一切时、一切处，它都存在，你就是见不到它。啊，哲学、科学都在找啊，能不能找到？找不到，绝对找不到。要怎样才能找到呢？放下就找到了。你看，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你就见到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科学、哲学为什么找不到呢？他没放下，他要放下了，他也成佛了。你只想知道它不难的，只要放下，马上就知道了，你就证得了。啊，你证得了，你也说不出，你也无法想象，你跟他合而为一了。啊，这个境界真真不可思议。临济禅师说这段话了，是说他起用。啊，体你不知道啊，心法无形啊，通观十方啊，这体啊，可是它起作用你就晓得了。起什么作用啊？在眼它起见的作用，在耳呢它有听的作用，在鼻啊它有嗅香的作用，在口啊它有言说的作用，啊，在手呢它能够执着。啊，在觉呢，他能够行走。这就是，你看，真如自性，啊，就在六根门头啊，放光动地，叫六道神光啊。这个作用是真心的，啊，真心。它的作用是变法界虚空界。那我们今天的作用啊，太小了，给一张纸就看不见了。这什么原因呢？你有三种障。华严经上说的，你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这三种障碍，障碍你的见不能见到变法界虚空界，你本来可以见到。你应该见到的，现在因为你有障碍，你见不到了。本来你能够听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所有音声，你都听得见，你都能听到。啊，现在也没办法听了。啊，手触手，啊，比如说握手，你手伸出去，可以能够握到说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诸佛菩萨，你都给他握手。那现在不能了，全是障碍呀！障碍要放下了。佛法没有别的，千经万论就是教我们放下障碍。啊，为什么你不肯放下？不了解事实的真相。啊，不肯放下，不是放不下，是不肯放下。麻烦在这里，你要肯放下，没事啊。啊，大家都晓得贪嗔烦恼啊。啊，贪让你心不安呐、啊，患得患失啊，嗔恨的脾气多大了？知道发脾气很难受啊。那为什么还要贪，还要发脾气？不了解真相，要了解真相，自然放下了。那为什么呢？你所贪的，能贪所贪，都不是真的，假的，一场空。你要知道，通通是空的，不是真的，一笑了之，不再贪了，不再嗔了，全放下了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慈悲。49年讲经教学是什么？帮助我们看破，
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放下是自己事情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自然放下，那个不要太较了。啊，所以他直窍看破，放下你自己事情。这一段意思非常之深，这禅机。你如果从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一下就醒过来，就开悟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我天天求明心见性，心在哪里？六根门头放光动地的，这是心，真心呐。妄心不能见的，真心能见的，真心能听的。啊，六根这个作用是真心，就在这里。你看，本是一经明，分成六合合。啊，一经明是真心是一个，就是觉，叫本觉。啊，在眼，那个觉就是见；在耳，这个觉就是听。啊，就好像我们今天用电。电是一个，啊，电器不同，那作用就不一样了。你看，在录像机里，它能把我们的音声画面都录下去；在灯上，它能放光。那实际上，它一个东西，啊，器不一样了，它作用就不一样。啊，实在是一个啊。要晓得六根里头啊，见闻嗅啊言这个东西是离，这是一个，就是你的真心在起作用啊。一心即无啊，随处现土，这个心叫妄心，这一心妄心，只要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处处解脱。在见里面解脱了，解脱是放下，不放下怎么能解脱？啊，脱是什么呢？永远脱离贪嗔痴慢，啊，永远脱离愚痴迷惑。凡圣差别在此地，佛菩萨不迷惑，凡夫迷惑，问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佛菩萨什么都晓得，什么都清楚，什么都明了。啊，心法无形，通贯十方，这一个心，真心妄心都在里头，真心妄心都是无形。都是通观十方啊，后面这个业心即无，这个业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啊，真心不能说无，妄心就是阿赖耶啊，这个确实本来没有，一念不觉才起这个东西才起来啊，随处解脱就是把阿赖耶摆脱了。妄心真正发下了，真心现前了。啊，这个是六道神光啊，禅宗所说的啊，啊，未曾见血，那就是真的，永远不会间断。啊，就是。自性里面见闻觉知永远不灭。现在科学发现了，啊，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，
我去参观过两次，在他实验室里头。他做给我看，真的不是假的。证明了水是物质啊，水会看，会听。他也能闻，他还能知道我们起心动念，我们有个善念对他，对这个水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他知道。我起个恶念对他，我讨厌你，我不喜欢你，他都知道。反映出来在结晶画面，正面的画面都非常之美，负面的很丑陋。最美的是爱、感谢。就他问我，这个爱跟感谢是不是宇宙的核心？我告诉他，一点都不错，那是信德的核心。佛家讲慈悲呀，每一个宗教都讲爱呀。那个爱里头，没有起心动念才是真的。我们凡夫讲这个爱，里头加的有情在里头，所以叫情执，不是真爱，是假的，所以它会变。爱会变成恨。自信里头的爱永远不变的，所以它是真的。我们前面提到忍辱仙人，忍辱仙人对一切众生的爱是真的，割离王各界身体他都不没有怨恨，他还是爱他。那真的呀，从自信里流出来是真的，从阿赖耶识流出来是假的，爱不是真的，会变化，真的是永远不变。于是我们就晓得，明心见性之后啊，一切都是真的，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呢，都靠不住啊，不要上当。不要被骗了，要追求永恒，永恒就是明心见性。要把自己本来面目，要把自己真心找出来。这是永恒的。可见众生之日常与境界，就在平常日用生活当中我们所遇的一切境界，均超情历见，不可思议。我们现在是全堕落在妄的这边，虚妄这边，所以不晓得。如果是个明眼人看，你跟佛菩萨有什么两样？没有两样啊，佛菩萨也能见。也能听，你也能见，也能听，有什么两样的？两样就是佛菩萨见闻觉知里头没有情执，这个东西放下了。六道凡夫里头见闻觉知里头加上情执。好像说佛菩萨是原味，我们现在加了调味，加料在里面，不是它的原味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尝到原味了，那就是心得。我们在心得里头加了贪嗔痴慢疑，加了自私自利，加了名闻利养，加这些东西进去了，这不是味道了。
又发华经云，发华经这个四句经文好。你看，若人散乱心，这就普通人呐、心里头胡思乱想他到寺庙里去，念了一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。念一声佛，他就成佛了。为什么？这一声佛就是心得。他在念一声佛的时候，他的心得现前。真成佛了，不是假的。可是第二念呢，他又糊涂了。他成佛就是那一刹那成佛了。他如果能保住，不就永远成佛了吗？可见这一念觉悟了，第二念就迷了，迷得太快了。这个意思要晓得。如何能把这个觉保住？这个境界很深，一念境界很深。一称南无佛，这就是世尊所说的心有所念。我们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一念里头有几念，有几相，有几识。这是世尊问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告诉世尊，回答说：“一弹指，一弹指的时间很短的，一弹指里头有32亿8000念，微细念头。32亿8000念混合在一起，才成我们普通的一个念头。现在人说。”现在人讲啊，都用秒做单位，这些弹指，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？我相信，我一秒钟能弹4次，我相信有比我快的，可以弹到5次。如果弹到5次，那一秒钟里头多少个细念呢？1600兆。现在科学家也很了不起。居然观察到这个念头啊，1000兆分之1看到了，但是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之1他没看到。现在看到这个1000兆分之1秒，科学发现了这个发现对于整个科学界会起很大的影响。知道什么呢？知道一切法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念头组成的，就好像我们看电影，是幻灯片组成的画面，它不是真的。一个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。它的连结连续是相似相续，不是真的相续。真的相续是完全相同，它是念念都不相同。所以说是相似相续相，这四是真相啊！知道一切万法是相似相续相，你的心清净了，不再执着了。清净心现前，平等心现前，觉悟就有指望了。清净平等都是定。清净是刚刚得定，平等那是有相当定功，会大彻大悟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